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那就是要开始我的第一支 MV。 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看一个非常令人窒息的消息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睛，真的没有，看起来肿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麦粒肿。我刚刚给我涂了一点青草膏，希望待会化妆老师能拯救我一下。现在我的妆容大家看一下，已经画了眼睛跟眉毛，所以今天这个眼线真的是很肥，很完全把我的麦粒肿给挡住了。4:3，老师说我准备了侧切睫毛，侧切睫毛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贴睫毛，它这个材质就是水光的，应该是，找跟其他的不太一样。侧切睫毛也跟我自己的睫毛差不多嘛。OK， 继续化妆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神奇的支架。首先你要拿这种胶，看到没有，现在指甲上比对一下哪一个最适合我，然后 OK， 找到合适大拇指的胶，把它撕下来，对，粘在手上，这样按一下，让它这个胶上，这样按不到一分钟就把外面这层皮给撕掉，然后拿上你的指甲，这样轻轻一摁就完成啦。 OK，好，现在一只手贴完了，哇，好酷！而且今天这个指甲颜色跟我这个饰品好搭配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，我是未来女战士，酷不酷？我现在可以拍那种金刚狼转，当当，你的妆容终于完成了，从早上10点画到了刚刚，现在是2点钟，然后呢？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这个 MV 的第一个造型的妆容，给大家讲解一下啊。现在开始了，就是说不太专业的化妆讲解。首先看一下我的这个眼睛，看见吗？我的这个眼线是这样，底下有一条，然后这有一条那种飞的，就唰唰唰，就是你加这种眼线之后就是那种气场十足的眼线。然后呢，眉毛是属于这种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眉毛是那种有一点点弧度的眉毛。然后弄这个眉毛的时候，那个化妆老师是给我拿了那个发胶跟吹风机，他说想要打造出那种野生眉的效果，所以给我往上吹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得清吗？不错吧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个头发，这个头发就是说弄了这种很像那种什么蛇一样的那种，化妆之后是不是很蛇的感觉，很像蛇的那种叫什么小弯弯嘛，随便嘛，不管。然后加了这种黑钻，然后我今天的头显得如此的圆，so beautiful。 然后看一下指甲，指甲也在这里，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指甲贴上之后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叫什么戒指，指尖戒，之前我拍摄杂志的时候也戴过这个，当时我就被种草，觉得好好看啊这种戒指。然后这个头发呢是我自己带来的，想不到吧，这种头发是我自己家里买的，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也是说想要编这种渐变的辫子，但是呢我身边没有朋友会帮我编，所以今天我就说哎买了，然后我就拿过来嘛，没有想到碰就是用上了。然后这个头发其实是很长的，不过现在是因为我这个衣服比较刮，这个头发刚刮的全都乱了，就把它那些弄起来，然后拍的时候给它放下来，真的好帅这个头发，今天的我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不错吧，这个妆不是我化的，真的不是我化的妆，都比较不错。讲解完成，现在已经8:30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拍了几个小时了。然后这个头发就是无数次的重新编、重新编，因为我今天穿这个亮片的衣服真的是太刮我的头发。然后我的指甲也是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，挂了很多头发丝，不知道能不能看见，挂了好多头发丝。然后看一下我的这个皮手套已经磨损成什么样子，看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头发真的是变了好多次了，因为一直很毛躁疲惫，哈哈。不过我们第一套马上要拍完了，马上就要改装了，第一个造型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在改装，把这个你看这个都用发胶啊跟钻给取掉。然后现在已经几点了？
失恋多了。已经十天了，我才看到电影，从来没有哭过。不过今天已经结束了一半，还是值得兴奋。Nice。现在已经擦了第一遍的妆，然后现在马上又要换上了新的衣服，把口红擦了，要开始改妆了。所以老师，我们第二个造型是要什么？头发披发是吗？披发编一些辫子，披发然后后面还加一些辫子是吧？ OK。 现在看我这个很像古装的感觉，我这个衣服大家看不到，真的就是走哪儿掉哪儿，这个金粉太亮了，果然仙女就是走哪儿都会金光闪闪。现在已经12:30了，这个妆容就是超级不灵不灵闪的妆，看一下这边八九颗钻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那种泪滴的珍珠水钻，然后有一些泪痕，然后戴了一个这样的发卡，来和你用这个发卡连着这个耳饰的，哇，是 view， 然后口红画了一个比较嫩一点的颜色，哇，疲惫，我现在美瞳也画了一个，画了灰色。然后睫毛下睫毛加重的，就是我两个造型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手真的是，全是不灵不灵。今天结束了，几点了？两点。我距离我醒已经有21个小时了。我今天拍的还不错，钻还是很好的，看我的钻 ，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， 期待一下吧。看一下我们的造型吧，给大家讲解一天，拜拜。